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单环刺蚁，俗名海肠、海肠子，属于益虫动物门科属。它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软乎乎的蠕动，浑身无毛刺，浅黄色，体表满布大小不等的粒状凸起，长得像裸体海参，个体粗大，长约100到300毫米，宽约25到27毫米，长200毫米到250毫米。体表满布大小不等的粒状凸起，单环刺蚁分布于俄罗斯、日本和我国渤海湾等地。它在海洋中分布很广，垂直分布可达10000米的超深渊底，自寒带至热带海都有生长，是中国北方沿海泥沙岸潮间带下区及潮下带浅水区底栖生物的常见种，不吸血。单环刺蚁为杂食动物，多以泥沙中腐烂的有机物、小型底栖为食。